大佐，移送长谷川治的手续已经办妥。哦，没有什么不明白，证据证明长谷川就是军统的内奸。大佐，长谷川治会受到什么样的处置？他会被带回上海接受特高课的审讯，最后。 由军事法庭来定夺他的生死。真没有想到，长谷川治就这么辜负了大佐对他的信任，真是太令人失望了。希望诸位牢记今天的教训。如今，内在危险已被清除，接下来。 我们该实施真正的同计划了。秘密贸易线作为帝国补充物资的一部分，只是同计划的附属行动，而真正的同计划起到的作用，是通过强华兴业香港分公司的负责人和国民党重庆政府高层取得联系。当时机成熟之后，由大佐出面。 和重庆方面进行和谈，以达到最终诱降的目的。桐油交易被长谷川治和军统破坏，而我们也动手捣毁了军统在香港的力量，这已经造成了我们与重庆方面的严重误会。他们有理由认为，我们不是为了物资交易，也不是为了和谈，而是假借和谈之名打击他们的情报枢纽。目前，能够和重庆方面联系上的唯一渠道。 只有徐乃娇和吴安娜了。这个徐乃娇踪迹难寻，而吴安娜这个人身份特殊，非常可疑。韦景君，你怎么看这个吴安娜？属下认为。 他是香港强华兴业公司的负责人，同时，也是军统的囚徒。不不不，他不一定是军统的囚徒，相反，他极有可能就是军统的人。大佐何以见得？一个普通的公司职员，不可能像吴安娜那样果断冷静。谋森审讯吴安娜是有缘由的。 我们现在就去见见那个吴安娜，金井先生。 虽然我们这次生意没做成，可是您也不至于发这么大脾气把我关起来。难道你们日本人的从商之道就是这样的？吴小姐，此前确实多有得罪，啊，请吴小姐见谅。桐油交易的失败完全是军统所为。 责任归于在下。不过，在下诚心想与吴小姐合作，愿意承担这次的一切损失。另外，希望吴小姐能给在下一个向贵方高层道歉的机会。
喂，是我，把电话接过来。我是徐乃娇。哦，是徐小姐吗？我听说吴小姐正在您那里做客呢。徐小姐真是神通广大，不过我与吴小姐聊得并不是很投缘。请金井先生好好招待我们的吴小姐，这可是重庆方面特别关照的。我也不敢怠慢吴小姐，我相信金井先生也不会亏待您这位客人的。啊，既然是这样，那就请徐小姐放心，我一定会让我的客人满意。不过我们之间好像有什么误会。在下一直担心徐小姐的安危，如果有机会，不知徐小姐可否赏光。吴小姐失礼了，带吴小姐去休息。嘿，吴小姐，请。魏静，刚琪，去送一下吴小姐。嗨嗨。木村，从明天开始，派人对强化星夜实施全天候的监控。嗨，魏警局。啊，不好意思，忘了敲门了。有事吗，刚继军？我们该送安娜小姐回去了。刚继军，穿的太隆重了吧？我们是去执行任务，不是跟你的心上人约会。其实我是故意穿这么隆重的。你想啊，安娜小姐在我们这儿受了这么多苦，而且她还要帮我们联系重庆方面的人，我穿成这样是对她的尊重。哼，有道理，这点我就是不如你。还是你懂得怜香惜玉。好了，我在外面等你。知道，我不想再有第二次。吴小姐，请上车。什么东西在洋行吧？没关系，如果落下什么的话，给我打电话，我一定会亲自送过来的。张奇军，可以上车了。你先走吧，我刚好有点饿，想吃点东西去。看来我得提醒你一下，
非常时期不要单独行动。好啊，还好有你提醒我，那我们就一起去吧。上车。老王，你怎么来了？出什么事了吗？你被军统带走之后，我决定亲自联络天良，可连他也没有接到我的联络密码，所以我只能到这儿来找你。你放心，我们都没事儿，只是我觉得有点奇怪。金井武夫之前对我是不信任的，可是接到了徐乃娇的电话之后，他对我的态度就大大转变了。我觉得重庆方面一定和日本人之间有见不得人的深层交易，并不像我们想的那么简单，他们一定在想办法和重庆方面取得联系。徐乃娇自上次从军统据点逃脱之后，强化兴业公司的台面上只剩我一个人，之前是我负责与日本人进行铜油交易的，我想趁这个机会从徐乃娇这条线打进去，找出他们幕后交易的真正目的。可这么做，潜在危险实在太大了。老王，你曾经说过，我们每一次的任务都是对风险的一次挑战，我觉得我应该承担这个责任。徐乃娇说不定在什么地方盯着我呢，我会继续扮演好我的角色。好吧，不过你自己一定要多加小心，以防他们暗中监视你。我会的。我走了。头儿，现在日本人肯定在那儿得意呢，哼，以为自己一举全胜，哪能想到我们还留了一手。站长，我已经准备好了。什么都别说了，你是为党国尽忠，你若有不测的话，你的家人都交给我，你放心去吧。是。觉得我们能从日本人那儿逃出来已经是烧高香了吗？是，托您的福。我呢是见人有见命，有头在自然是沾了您的运气，当然了，比不上您运筹帷幄。什么时候说话这么有文采了？我一直这样。你慢用啊。请。老板，结账。魏景军，慢走。这个小馆怎么样？店面可以，不知道味道如何。伙计，哎，来了，客官，带我们上包厢。好了，楼上请。走，来，好酒啊！头儿，人来了，几个？两个人。嗯。
脱壳，大难不死不说，您现在又是料事如神。哎，您是怎么知道这俩日本人会进这间酒家？不该问的别问，管好你的嘴。是。魏景军在笑什么？没想到堂堂的陆军大尉刚旗归右，吃相这么狼狈。魏景军可知道中国文化的精髓在哪里？请赐教。饮食就好比这一大桌子的饭菜，代表他们的地大物博，而我们本土的很多文化是从这里学来的。即便是这样，我想应该也有很多本质上的不同吧。有道理。就好比这个馒头，无论它和任何食材放在一起去烹饪，无论放到任何的山珍海味当中，馒头永远就是馒头，永远改变不了自己操食寡味的本质。我倒觉得这普通的馒头并不简单，它始终保持了内在的纯粹，不管你把它往地上摔，往水里丢，还是放在火里烧，表面上脏得一塌糊涂，但当你掰开它的时候，里面始终都是干净团实。这山珍海味固然是美味，不过在烹饪的过程当中已经加入了太多的调料，早已经变化了它原本食材的味道。说得好，见笑。哎，不过我刚才确实是有些恍惚，看到刚吉军点菜的架势，我还真以为是在和一个中国人一起吃饭。咱们这一桌丰盛的菜肴，倒真让我想起了在战场上艰苦卓绝的士兵们。韦景军此番言论必是由心而发，这不由让我想起了韦景军平日里清贫节俭的做派，倒颇有共产党人的意思。刚吉军的铺张浪费倒也符合国民党的做派。韦景军真是嘴上不饶人，吃不得半点亏啊。哪里，来，只不过到了香港之后，每天都是腥风血雨，刀光剑影，很少能跟刚奇军这样闲谈对饮。不知道刚奇军对中国的共产党和国民党又有何见地？国民党拥有天时地利，
其中也不乏忠心为国的仁人志士，只是他们内耗腐化严重。共产党嘛，他们人和，上下齐心，有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可惜的是资源匮乏，势单力薄，在帝国压倒性力量面前，无异于以卵击石。精辟，捉奸。谁说要动手了？不动手，我们来这干嘛？动脑子。啊！忙你的去。是。郭进军。要去方便一下，要不要同去？虽然非常时期外出行动我们要在一起，但是这件事就算了吧。等我。情况怎么样？是否瞒过了金井武夫？计划非常成功，我们不仅除掉了长谷川之人，还让金井武夫相信在香港的军统势力消失殆尽。金井武夫终于吐露了同计划的真正内容，同游交易只不过是个障眼法，他希望与重庆方面的人和谈，从而建立一个新的南京汪伪政府。真没想到这笔交易竟然关系到了党国的前途命运。现在看来，重庆方面会派要人来香港与金井接洽，你的任务就是负责把这个人情报找出来。好，可是现在整个事态发生了变化，该怎么办？这些你就不用管了，去吧。您保重。真正的同计划已经开始，大佐应该利用吴安娜直接取得和重庆方面的联系，而不是放他走。战火硝烟后最需要的是什么？是和平。我们动手拔了军统在香港的命根子，我这满手的鲜血还未洗净，就要跟重庆方面取得联系，这让重庆那边想要和谈的人如何相信得了我金井武夫呢？我们除掉军统在香港的势力，也是为了重庆方面考虑，他们应该明白，没有了军统的干扰，和谈才能够顺利进行。木村，你身上沾染的血腥气太重，以至于影响了你许多的嗅觉。中国人早已被帝国军队打成惊弓之鸟，重庆方面即便有人愿意和谈，恐怕也会怀疑我们在借谈判而暗中进行打击。眼下唯一的办法是要通过吴安娜向重庆方面表达我们足够的诚意。Thank you.
曾先生请慢用。先生，属下该死，给先生造成了这么大的损失。今天的牛排为什么这么老？那我马上让厨师再给您煎一块。花星夜，该怎么做不用我教你吧？是。怎么样，跟天亮联系上了吧？金井武夫好像更加谨慎了，天亮的每一次行动都有那个叫冈崎圭佑的同行。看起来金井武夫已经想好了下一步的行动，他必须谨慎行事，以避免发生意外。在敌方不明的情况下，我们现在只能守株待兔。你要继续扮演好你在钱花兴业公司的角色，不管是日本人还是徐乃娇，肯定会找到你的头上。或者徐乃娇早已在暗中盯住了你。派都是从无到有，
和谈，对我们和重庆方面来说，都是史无前例的第一次。所以，知道的人越少，阻力就会越小。在没有见到重庆方面的人之前，我们仍然要以贸易作为幌子，千万不可轻易透露和谈事宜。嗨。请进。冈崎先生，尾井先生。吴小姐好，我们又见面了。不是又要把我请到你们那儿去吧？请吴小姐不要再为上次的事情生气了。上次确实是多有得罪，金井先生一直在责备属下对您照顾不周。先生表示歉意的一点心意，请笑纳。你们这是干什么呀？无功不受禄。吴小姐是我们的贵客，当然是受之无愧。只不过金井先生还有个小小的请求。金井先生希望吴小姐能把这幅字送给重庆方面。为什么要交给重庆？桐油交易我们未能完成，金井先生非常着急，万事开头难，他希望我们的关系可以继续维系下去。既然金井先生有此番诚意，那我就却之不恭了。那好，吴小姐先忙，我们就不多打扰了。请。留步。只是个幌子。别动，麻烦二位跟我们走一趟。二位别来无恙吧。荣幸再次见到徐小姐。不知二位来此有何贵干啊？
拔了军统香港站的旗不够，还要来打强华兴业的主意吗？徐小姐误会了，我们这次……怎么了，徐小姐？吴小姐跟他们走得够近的。徐小姐，强华兴业公司是我们双方合作的根本所在，况且我们今天也带来了金井先生的诚意。对，没错，他们是代表金井武副先生给重庆方面带来一个福字。这简单的中国汉字就让我相信一个日本人的诚意，这未免不太够吧？徐小姐，那您这个是什么意思？我想看看你们的诚意。吴小姐好像很相信这两个日本人的。经商做买卖嘛，讲究诚信为本，我可不想因为这么一点小阻碍就损失了这么大一个客户。日本人阴险狡诈，吴小姐这是在与虎谋皮呀。俗话说富贵险中求，做生意高风险才有高回报，如果徐小姐没有那个胆子的话，我想我们的合作可以就此作罢。好啊，那就先劳烦吴小姐跟我走一趟。动手了吧？勇驰骋，
碎，某人生涯到凄美的天边，隐隐的惊雷，开花在絮絮枯萎，且只是滋味。一出见人开出玫瑰，一出见人开出玫瑰。战争是为了什么？和平。既然和谈能达到和平的结果，我们为什么还要打仗，死那么多人呢？既然重庆那边不排斥和谈，我们为什么还要杀那两个日本人？区区两条性命，对于两国和谈的大事来说，又算得了什么呢？